你先去平呢，因为你的角度无够，所以你变成你爱平。你无平，你脚要夹，你夹袂起来。你几岁？哦，安尼搞，你九十，好，啊，你试看卖啊，你一只手，哎，啊，好，啊，你看骨夹脚，你骨夹脚先。差一个歌，差一个歌。哎，阿刘姨，你都会歌咧？有音啊，他太会吼。来来来，哦，安尼你先来头前挂。你可能，你可能袂使想头前哦，袂使想后边。哎，啊，你搁试一届看麦，你安尼搁看麦。来，第八嘞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我甲你讲，你因为你的脚吼有流啊汗，所以你身躯啊小可向后边流啊起起者，安尼伊就会知啊。你试，你搁试者，哎，来，你搁试看麦者，好来。好，安尼有较好无？好，啊，你有安尼试看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今就是彰化荣誉国民之家的日照中心引进赋能训练。那赋能的部分就是提供我长辈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训练啊，还有居服人员在照顾这些长辈的时候的照顾技巧咨询，以及长辈他们在使用辅具的问题，还有环境的调整。那我们也有透过就是专业人员之间的那个评估及计划的拟定。那专业人员有治疗师、护理师，还有居服人员，那一起去沟通、那咨询，并组成跨专业的合作团队。那期许就是我们透过专业，然后可以积极来改善日照长辈的功能及照顾技巧。有时阵，咱看嘛，会使让这粒球，伊是安尼直直去无，啊直直转来。咱若是程度袂歹的吼，其实应该是会使安尼直直去，直直转来。但是咱若控制较无好，伊就会变安尼出出去，出出转来安尼。哦，所以咱看嘛会使兜兜啊，但是咱让伊行直线安尼无。哦，咱试看嘛。